发现了他在海滩上，然后在石头上趴着，然后我们近距离观察呢，没发现身上有伤口，然后我们做好了现场的警戒工作，别打扰他休息啊，也不知道他是过来干什么呢。我们在附近买了一些鱼，然后投食以后他吃了一条，然后剩下的他就一直在休息。